宝宝昨天叫我妈了耶。啊，真的？那他有没有叫爸？叫谁爸？那你要一直拿我的照片给他看呢？我都给他看金城武。你很坏。下个月回去啊，我要罚你帮我挖耳朵30分钟。早点回来。嗯，会的。哦，曹正这么厉害啊！你老公是谁啊？哎呦，这小孩长得真好看。哎，你老公是谁？听说啊，你结完婚之后啊，幸福快乐。哎，到底你老公是谁啊？陈自强，妹妹妹妹，查查 ，ADR 弄鬼，上南面高速三千，上班路西叫。发生一起意外，飞官陈自强中校为了避免失事的飞机造成民众无辜伤亡，奋力的将飞机开往无人地区，因而错过了逃生机会。没事。